今天有应容跟我们一起学这一首《魔女宅急便》里面的《看见海洋的街道》。对，那这首曲子是久石让非常有名的一首动画的曲子。那它的原曲呢是写给管弦乐团的。那我这次把它改编成 A 小调，比较适合乌克丽丽弹。那因为它整首曲子很长，所以我们就截取了其中的主题，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个开头。今天试着教应容，然后也教荧幕前面的大家这首曲子。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先跟大家讲。第一个，你的乌克丽丽要先调好，没问题吧 ？A、E、C、G。好，第二个，你要准备一个节拍器，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那如果你弹乌克丽丽已经弹一阵子了，还没有用过节拍器的话，强烈建议你要使用节拍器，因为节奏很稳定，人家才听得懂你在弹什么东西。我们这边都有连接，要谱的人赶快先下载，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好，我们开始练这首曲之前呢，要先把这几个和弦先练熟，练熟了之后，我们再来练这首曲子，速度会快很多。我们先来看谱上的第一个和弦 ，Am， 对 ，Am， 中指放在第四条弦第二个。那我们这首曲子常常用到另外一个 Am， 是加了第一条弦的第三个。这个第一条弦的第三个，你可以用小指按，你也可以用无名指按。完全看你个人喜好。好，第二个和弦是 E 咪，你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分别按在第一、二、三条弦，然后在二、三、四个。好，下一个是 F 9 ，F 9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左手的食指按在第二条弦第一个。好，下一个是 G，G 的话比较难一点点。食指在第三条第二个，无名指在第二条第三个，中指在第一条第二个。OK， G 常常会用到，所以大家可以练习一下。然后再接是 E7， 也是有点点复杂。食指在第四条弦第一个，然后中指在第三条弦第二个，然后无名指在第一条弦第二个。然后接下来倒数第二个是 E7 的话，我们先找食指，食指在第二条弦的第三个，然后接下来是中指，第三条弦第四个，然后无名指在第一条弦第五个。好啊，然后我们这首曲子有很多时候会从这个音再换过来，可以说换得很快。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 F major 7是比较难的，它用到了封闭。首先呢，我们的食指放在第五格封闭，就是手指头放平，把四条弦同时压住，然后无名指放在第一条弦的第七格。如果你食指没力的话，可以这样子用中指帮忙压一下，这样子会比较轻松。然后练这七个和弦的方法，就是你都知道怎么按了之后，打开你的节拍器，然后每两拍呢换一个和弦。我们现在就用70的速度来实验看看。一、二、三、四 ，A 咪、E 咪、F 九、G。就是两拍换一个和弦，我们再做一遍，三、四、二、一、二、一、二、一、二、二、OK， 然后我们再把它调到我们标准速度102，一样哦，两拍一个和弦，三、四。如果你这几个和弦都可以用102弹得很顺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学这首曲子。开头是，OK。我们今天教学的速度，我们先用70教大家，然后最后我们再把整个速度
提升上来。这首曲子第一个小节是不完整小节，所以它的第一个小节其实就有一个半拍。我们在弹这首曲子之前，可以这样做：先数一、二、三、四。所以呢，当我们没有节拍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二、三、四。OK， 好，第一个是咪，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第二条弦空弦，然后第一个和弦就是 A 咪了。对，那不是刚刚的 A 咪，是我们有转位的 A 咪，所以就是第一条弦还要再按第三个。好，然后接下来接到 E 咪，然后中间再加一个 E 咪，然后 F 九。好，我们就到这边，一、二、三、四，二、三、四，一、二、三，可以吗？可以吗？来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好，我们的第一个小节的那个咪都是在后半拍，所以是。第二拍的后半拍跟第四拍的后半拍进来，再看一遍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OK， 我们再试一遍，开头前面一个小节，三、四，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到这边，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单音了，三、四。好，然后这一串单音，我们中间加了一个 G 在中间 ，OK， 再变哦，我们直接从第二小节的最后一个音，三四，嗯哼，可以吗？三四，如果你来不及换的话，你可以这样。这样练习，我们的哆换到 G， 无名指直接往第二条弦移动，然后中指跟食指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对，我们只要注意无名指原本是在第一条弦的位置，然后移到第二弦位置，然后食指跟中指按下去。好，我们再从第二小节做一个音。三四，好，我在这里再标三四，那你试试看，三四 ，OK， 手指头不要按完就离开，就是按着不要动，三四。然后，但是你要照拍子，三、四、哆、瑞、发、拉。OK， 知道哪边不熟的话，就大家回去练。好，我们直接从第二行，第一个和弦是 C 和弦，但是这是一个不需要左手的 C 和弦，我们只拨上面三条弦，然后后半拍后加一个哆，然后 E7。好，我们这首曲第一次用在 E7， 之后还会常出现。好，我们再从第五小节来一遍哦，三四 ，OK。这首曲子的后半拍的感觉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一二的后半或四的后半才能弹下一个音。三四，一二三。所以我们每次的第二拍跟第四拍都是空拍，所以第二拍的后半拍才有音，跟第四拍的后半拍才有音。那后半拍要跟下一个第一拍的距离很近，所以我们的速度就要赶得上。
不然下一拍的正拍就会来不及。我们再试一遍哦，先慢的来一遍好了。C， 然后第二拍后半哆，然后 E7， 然后后半咪，跟开头一样 Am， 然后回到 E7， 然后咪 Am， 然后 So Fa， 然后接下来升哆跟收两个音而已，然后后半拍升哆，然后瑞发空弦拉，这个时候的哆用食指，再看没有？瑞发拉空弦的时候哆用食指，然后你直接食指接到隔壁那条弦，然后中指跟无名指放下去，我们就会有这个 Em7 了。再看一遍哦，瑞发拉空弦的时候都用食指按第三个，然后食指去隔壁弦同一格，然后 OK， 大家可以练这两个弦。对，或是有另外一种按法是这样，瑞发拉哆的时候直接按两条弦，然后也可以，就说你可以直接按掉这两条弦，然后 Em7 的时候你直接按你的中指跟无名指就可以了，咪用小指，然后第一把位下来用中指，然后 Am， 好，这一段比较难哦，我们照着节拍器来一遍，三四。三四，一般人都会从哆到瑞这两个卡住啊，所以大家先可以这一个一直反复练这两个，把哆到 Em7 的衔接先练好。大家也可以食指直接按两条弦，也可以。好哦，我们再走一遍哦，从哆开始，升哆，三四。这两个大家一定要拿出来，一定要这样子反复一直练。否则你一定来不及，你到那边一定会卡住，因为你在那边找是来不及的。这一句整首曲子会出现五六次，所以你只要这段练熟了之后，其实整首曲子就克服了差不多。好，我们到第三行，我们到第三行的第一个小节之后呢，其实整个第一段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只是重复，主要的和弦组成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间加了分解和弦。分解和弦的话，都是用大拇指来把音填满，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二四拍的后半拍，我们全部都是八分音符。我们先慢一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Am。Am， 刚练过的 ，OK 吗？左手跟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左手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右手会比较忙一点。第一刚开始的右手就没事了，右手就停下来，但是现在右手很忙，他要补中间的八分音符。先慢着来一遍哦，我们从第十小节，三四来，举手。
顿。哎妈！两段已经教完了，单音的部分我们都不讲解了，因为我们相信大家都看懂四线谱啊。如果你连四线谱都看不懂的话，那请去找另外一部比较简单的影片先开始学。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二页，第二页比较难一点点，因为第二页牵涉到二对三的拍子。我们这首曲子都是四四拍的，所以一个小节有四拍，但是它的中间这一段呢，我们把它改编成三连音的形式，所以我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大家如果有学过三连音就知道，在一拍里面打三下就是一拍的三连连音，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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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谓的大三连音呢，就是把两拍的时间里面打三拍，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我的手打的拍子是四拍的，但是我嘴巴念的拍子是三拍子。OK，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大三连音。这是我们刚刚七十的速度，如果是正常的拍子，一拍两个音，一拍三个音。那两拍三个音就变成这样。OK， 所以呢，我们这一整段都会运用到两拍三个音的弹法，所以大家这边要跟好了，我们这一整段都会开着节拍器，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OK， 我们这边和弦。这个第一弦第三个跟第二弦第一个，然后下一个和弦，我们的指法是这样子：食指在第三弦，无名指在第二弦，小指在第一弦。小指。对，然后这个时候都放掉，小指放掉，然后中指按在第一条弦第二个。三指，然后 ，OK， 这就是 F9 和弦，只用食指拉弹三下，然后这个和弦没有中指，我们的 G 和弦，但是没有按第一弦，然后按嗦，发嗦。好，这个小节的弹标，一刚开始是 F9 和弦，然后接下来是 G， 但是少了第一弦，然后最后的 C 和弦，空弦3000，我们只弹下面的三条弦。好，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单音的升哆、瑞、发、拉，然后中指在第三条弦，然后无名指在第二条弦，然后接发，然后升瑞用无名指，然后咪用空弦，然后手吸无名指中指，然后接下来这个和弦比较难。食指按在第四条弦第二个，小指按在第一弦的第五个，然后无名指按在哆，然后西哆，然后这个时候哆
按住往上滑，滑到第七格，然后食指封闭，封闭住第五格四条弦，然后无名指放掉，再按回去，然后左手都不动哦，我们右手只拨三条弦。对，如果你封闭没按好，就会声音会破掉。然后再弹一个拉，然后四条弦，然后无名指放掉，按回去，然后拨三条弦，然后左手放掉，拨空弦，一 major seven， 然后都用小指。好，我们一 major seven 在这边按，一直按着，然后小指按下去，小指再拿起来。然后整个尾奏 ritardando 渐慢这一段 ，E major seven 都按着不动，我们只有小指放下去再抬起来。我们再从26小节，一二三噔噔噔噔，渐慢，然后延长，停在这个和弦，停多久呢？看你高兴，然后。准备下去，三四 ，OK。所以大家心里可以默数三四米都再回到原本的速度。好，我们中间这一整段，我们用七十带着大家走一遍。一、二、三、四、一。在两拍里面数三拍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大家应该要专心的在注意在第一拍跟第三拍的拍点，譬如说三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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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发现节拍器的第一拍跟第三拍都会跟我们念的一二三的一重合，所以我们只要确定我们的每个三拍的第一拍跟节拍器的第一拍跟第三拍有重叠到就好了。大家可以开着节拍器，然后跟着节拍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如果你的节奏感够好的话，就应该抓得到那个感觉。好，那节奏感不好的人就只能靠练习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跳回开头之后，其实就跟前面都一样。那我们在第十六小节有一个打扣打，打扣打的话就是要跳到尾奏，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跳到尾奏。我先从十五小节示范一遍，直接跳尾奏。尾奏其实不大需要节拍器，因为它很快就渐慢了。我们直接从尾奏来一遍哦，一刚开始是 A mi， 所以左手很简单，就是一直按着 A mi 就可以了。然后进入渐慢，那个都要记住用食指哦，渐慢，然后 A mi。都，然后无名指往上滑，然后最后一个泛音是你的左手的中指或者食指，随便哪一根手指头放在第十二格下方的铜条上面，但是不要往下压，轻轻的放在弦上，
右手拨完弦之后，左手离开弦，左手放的有点太晚，对，对，这就是十二格的自然泛音。泛音的话，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哈利波特》那一部，对于泛音有完整的解析，然后有完整的教学，所以不会泛音的人赶快去翻那一部教学影片。十二格的自然泛音是泛音里面最简单的，所以入门的大家都可以学着用这个泛音。那诀窍是右手要很大力，左手要很小力，所以左右手的感觉要刚好相反。然后左手的什么时候拿起来的时间差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太早拿起来就会没有泛音，太晚拿起来泛音也会被闷住。OK， 好，那这一首曲子的教学应该算是我们有史以来教学过前三简单的，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练习一下。然后，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原曲的102的速度的话，你也可以放慢练习，像我们刚刚教学都是用70来教学。那70如果对你来说还是太快，你可以放到60、50，反正呢，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打开你的节拍器，然后确定你的拍子都有对到，那这样子你的曲子人家才会听得懂你在弹什么。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弦转换那些拍子，那些要先练好。对对对，和弦转换很重要，所以在开始练这首曲子之前，先把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和弦先练好，你练这首曲子才会比较顺，不然你每次遇到和弦你就卡住，那你这首曲子就弹不下去了。所以先把左手的和弦搞定，然后才开始练这首曲子。好，那希望这次的教学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拜拜。